屏东县连电五日是无人控制，不过风雨还是总得开开。桃潮州镇和过东宫镇设置三期试验站过后，味道友好的来到三期的纯盐店。屏东县对农业处山都除掉，在李公强的和平工业开设了三期的试验站。南外屏东有名的连锁早餐店，因此有一个加盟店有控制的案例。今年是由总铺是分出的生命，神木也加盟店的店主是同老实的面对消费者，本业的一切早得继续来追求，怎不会继续切不开来。在阿古里平东方专用的坑用来做试验甲板，李光雄三期试验站由此支持三十年期经费支付，用符合物价形式搭建，爱为符合条件的乡亲尽快试验。疫情很紧，而且现在真的也很需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讲让这些我们这些民众能够不要心那么慌让疫情赶快远离。暗时个只加班咧，调整夜战，十二点钟。屏东夜总盘们还感谢自己在疫情期间，除了协助系统关怀同支付物资以外，特别支付组合物来做体检站。本地县医护人员对这项高风险体检的工作时间都一层保护。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加盟者，愿意如此诚信的面对所有的消费者，让疫情得以追踪而不至于被扩散。连锁早餐店的三名表示，总部接到通报，加盟分店有人确诊，感谢加盟店店长诚实面对消费者，本疫情做得最终避免扩散。第二期间第八物流司机已经完成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阴性，但并无感染。业者表示，疫情爆发以后，五月十二号入严格要求分店落实防疫政策，但并持续遵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措施进行。各方的规范，提供最安全的防疫用餐。下届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